业有持续的在进化，能够往外走出去，那年轻人就会比较有机会，那年轻人有机会有未来，国家就会有机会有未来。我知道小英总统今天要来，所以我昨天深夜特别做了这个，长着总统的脸做了这个蛋，那个可爱的糖霜饼干。是茄子蛋还是番茄蛋？绝对不能答错，绝对不能答错。没料到总统会卡在这一关吗？我的选择跟政治无关。总统要举手，哎，我们用力举高。对，我们拿着麦克风告诉大家这个答案。这是不是来一整？对。没错，恭喜总统答对。你真的有猜出来？我跟总统再拿一下麦克风。为什么你会对这首歌这么熟？我在念书的时候，刚好是80年代的英国，所以广播电台每天就在放《西奈一生》的歌。所以在英国念书的时候，一起听这也有听这首歌。写论文的时候有听吗？我觉得蛮好。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，对我来讲，对我的生活来讲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明吧。哈，那很多人到在很久以前，你要去买那个唱片，然后又要开始买卡带，又买 CD， 现在不用买了，你上个网去就是找你喜欢的音乐，而且。以前听新歌还不靠别人介绍，现在是上网就可以知道新歌是什么正在流行。因为我们的编辑非常专业，会告诉你们最新最红是什么，以及我们觉得可能会红的，马上抢先告诉你，让你提前先知道。所以很棒，其实我蛮羡慕你们在这里工作。